환보 환보 얻으세요. 버거구. 내가 못 잡았어. 주부가 시간 못 잡았어. 주부가 시간 못 잡았어. 난데도 燃料漏れだと入れ組まれ点検しなかったのか。飛行機は下り壊されました。下り壊されました。今どこにいる。場所はどこだ。現地で上空です。そこは共産党八郎軍の領空だぞ。緊急着陸、緊急着陸。応援応援お願いします。そこに降りるとかなり危険だ。不測の事態に備え書類を守れ。マヤ、書類を守れ。はい。できるだけ早く特殊部隊を救援に向かわせる。야저분죽음이린데얻었어大佐。捕まえろ。大佐、飛行機が爆発します。逃げましょう。营长，同志们都提意见，不想再吃萝卜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萝卜可是好东西，天天吃是对身体有好处。饭好。营长，还没好都饿死了，马上就好了，没看见吗？这才又吃萝卜呀？哎，你这么样说啊？今儿萝卜可好吃啊，腐乳炖萝卜。营长，刚接到紧急通知，日军的一架飞机在平顶山一带坠毁了。团长让咱们马上过去勘察。在平顶山坠毁了？哎，你们俩跟我去看看。你赶紧告诉团长，让他派一个班来增援我们。你干啥的？大佐殿，やはり行くべきかと。
飛行機が爆発して中国軍がすぐ来るはずです。ここは危険なのは知ってる。武器も地図も無線機も食料物資も失った。どこへも行けんのだ。ここに残るしかないのだ。救援隊が来るのを待たないと助からん。安心しろ、本部は我々を見捨てはしない。はい。特殊部隊集合。矢野さん、司令長官の同意は得ています。私も救援に向かいます。現場は中国軍の統治区ですよ。どれだけ危険かお分かりですか。父は天皇に忠誠を尽くし、今は生死も分からない。何が何でも絶対助けに行きます。矢野さん、行かせ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閉めろ。服を探せ。はい。食料もだ。長官、服があります。着替えろ、着替えろ。大佐、瓶です。着替えてから食べろ、着替えろ、早く。はい。預けろ。肚子都饿了。はい、日本鬼子捕まえろ。来人啊，快来鬼子呀，快来人啊，他们是日本鬼子，给我抓起来。你们都死了。连长，从现场上一看，有受伤鬼子逃跑了，估计走不远。哎，那边有个村儿，
咱去看看吧。走。鬼子少年呐！鬼子少年呐！韩同志。すぐに先を越された。飛行機を調べろ。はい。营长，刘副团长说这飞机上有一个叫桥本龙一的人十分重要，得把他活着带回去。你们几个。谁是桥本龙一啊？问你话呢，桥本龙一。橋本龍一もう逃げた。你说吧。他说桥本龙一已经逃走了。逃走了？橋本龍一が逃げなければ、奴を殺しておった。八六軍の狙惑なんてない。他说就算不逃走，他们也会把他毙了，轮不到咱们八路军。几个带回去。营长。桥本龙一呢？这里边肯定有一个叫桥本龙一的，咱回去慢慢找。报告，大佐と乗組員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。どうやら大佐は八郎の手に落ちたようです。じゃあどうすれば？父が奴らの手に落ちれば絶対殺されます。梅子さん、落ち着いて。必ず方法はあります。村人を捕まえました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军队？你们中国的军队？不知道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说不说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军队？这个军队往哪儿走了？这个我不会告诉你。不过八路很快就要回来，到时候你自己问去。連れて行け。有道，快走。名前は何だ？飛行機で来たんだろう。俺は小林と参謀に過ぎん。飛行機を不時着して大破。長官は機内で亡くなられた。もう参謀の年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が、あ？大佐殿。なんで知ってるんだ？これはお前のだろう。不用心だな、こんな大事なものをなくすなんて。俺が拾ってよかったな。言ってしまえ。どこから来てどこに向かう。どんな任務だ。橋本龍一はどこだ。ドイツが橋本龍一なんだ。悪いな。答えられない。口を割らんと死ぬだけだぞ。营长、这鬼子什么都不说呀。
大学总部吧，让他们审。敵が大佐を抑えているなら、早くは動けないはず。すぐに二手に分かれて追撃しましょう。深追いをするよりも、花ボタンを待った方が。梅子さん、どういうことです？矢野さん、こうしましょう。敵内部を混乱させるためには、村を血祭りにして、八郎をおびき出すのよ。奴らが出てきたら。一網打尽にしてやる。皆殺しだ！领导，你这腐乳炖萝卜炖得可太香了，这弟兄们都吵着好吃呢。没给我留吧？给你留了点，我就剩汤了。警戒！原地警戒！会有鬼子呢，建华给我看看。小飞，走了。也被消灭了，跟我们走吧。跟他走。策は効いたようです。这是，哦，这位是我从鬼子手里边抢回来的女人。营长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押送俘虏。这我知道。行了，这地方已经安全了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大哥不回家了，不回家。大哥，你得带我们走啊！对，我们没家了，走。什么话呀？你起来再说好吗？大哥，我们的亲人都被小鬼子杀了，你就带上我们，让我们跟你们一起走吧，行吗？你的情况我知道了，
有什么话起来再说啊！愣着干什么？快点！不瞒着大哥，你要是不答应我们，我们就不起来，一起跪着。大佐殿はやはり奴らで戦闘準備。待て。敵が多すぎる。それにここ八郎軍の領域を活に動いてはない。私が奴らの中に潜り込むわ。それは危険すぎます。正体がバレたらどうします。忘れたの。私は中国で育ったのよ。小帆，过去看看。他活着。去看看。姑娘，醒一醒。姑娘，醒一醒。啊，鬼子，鬼子。姑娘，你冷静点，你看清楚，我们不是鬼子，是八路军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去亲戚家串门，没想到途中遇到了鬼子，我拼命的跑，还是被他们给追上了。我没脸见人了，我没脸见人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家住哪儿啊？我叫张一梅，我家住在五里外的张家庄。小飞，把这个姑娘给送回家去。是。哎哎，你让我死了吧，我再也没脸见人了。姑娘，你这何苦呢？可别寻死啊，得好好活着。这样吧，要不咱们一块儿跟着八路军在一起行吗？大哥，我真的可以跟着八路军了吗？这不可能，这部队是要行军打仗的，不能带女的。谁说不能的？能。我们虽然是女人，但我们不怕苦不怕累的。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，我们可有劲儿了，对吧？你就让我们跟着你们吧，我们也想打鬼子，我们想报仇。啊！我们要打鬼子，我们要替亲人报仇，替人报仇。要不这样，给他们呀带回团部吧。营长，这怎么能行呢？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带回团部，让团长看着办吧，好吗？出发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行吧，别哭了，行吧。嗯，以后咱们就是小姐妹了。嗯，快走吧，走吧。梅子さんはやはり女五月だ。頭が下がる。計画続行。命令を伝えろ。中国軍をつけろ。目標をバラすな。大佐を救えると信じよう。はい。行け。え、正面が次第。团长吗？正面的。他说他要尿尿。小飞，到前面警戒。是。好，盯着他。所有人休息十分钟，原地休息。走。
娘，来。我吗？对啊，喝点水吧。你叫啥？小飞。你真好。把我打开呀，怎么尿啊？老实点。差不多了吧？所有人都好，准备出发了。是。都别慌，都别慌，人体隐蔽，出来。千万别出来。俘虏跑了，快点追，抓活的。是。太君の軍用下、どうしますか。ここは八郎の領域だ。奴らの援軍がすぐ来るはず。梅子さんはまだ奴らの中にいる。深入りするな。引け。
还有脸回来？哎，你也算是老革命了，啊，竟然能犯这么大的错误！你知道那个鬼子大佐有多么重要吗？你居然轻易的要了他的命！我承认错误。少九，我让你们活捉桥本龙一，人呢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抓了三个日本人，都不承认自己是桥本龙一，后来他们三个人一块跑，就让我们都给打死了。你，李健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桥本龙一有多么重要？他是日本反战头目的成员，日本派遣队司令部的高级参谋，被国民党军统策反，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。可是军统除了叛逃，他暴露了身份，日方和军统都极为重视这个人，延安方面也想得到这个人，可是你竟然将他给打死了。算了，我不跟你们废话了，从今天起解除你营长职务，你下放到炊事班做饭去。是。哎，没规矩，挺香。干什么？没见过做饭呀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在我这捣乱。我们俩来啊，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刚才刘副团长把老九叫去了，说那个桥本龙一没死。没死。那说明日本人没撒谎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。听见吗？挺香。李健受上级委派，决定秘密潜入敌后，抓回桥本，将功补过。他不知道刘副团长已为他选好了帮手。营长，你这一个人要去哪儿啊？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们得跟着你啊。我呢，去把那个桥本龙一抓回，但是我犯纪律了，现在已经不是营长了，所以说呢，没权利带着你们。不论如何，你在我们哥仨心里永远是营长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好汉还得我们三个帮不是？说吧，上哪儿去？哎，你小子能说。去皖南地区，桥本龙一的飞机是从皖南地区起飞的，所以我想他肯定会回那儿。队长说的没错，这桥本龙一他是日本人，现在不光我们要抓他，军统和日本人都要杀了他，他是走投无路，只能回到他的老窝，去投奔策反他的人。行了，既然愿意跟着，我出发吧。行行，走。其实啊，是刘副团长派我们来的。是你啊，你在家？我还以为你又出去鬼混了呢。讨厌，人家刚才没听见吧？进来。哎呦，进来。我别着急，你金龙，你别着急。哎，你听我说呀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先说。金龙，乔布龙一他没死，
你说什么？我刚接到上峰的电报，飞机在根据地附近迫降，机组人员被八路军俘虏并击毙，桥本龙一逃跑了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下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计划全失败了。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桥本龙一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跟你接头。何以见得？见得，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工，你也是黄协军的旅长，找到了你，就等于你找到了安全。你赶紧回去布置一下，这样桥本龙一找到你的时候，你也不至于乱了手脚。如果桥本龙一落在日本人手里，他肯定会供出我们，那时候我们损失可就大了。君龙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军统安插在黄协军里边的一颗钉子。戴老板曾经吩咐过我，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的安全，所以你务必要在日本人找到桥本龙一之前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我马上让属下展开地毯式搜查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没事吧，大娘娘？岁数大了，眼神不好啊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大娘小心。来平嘞。你说这帮损贼，那你有什么可偷的？有本事冲咱们来！你说，你还别说大话，这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的，还真得小心点，查查咱们自己东西丢没丢。哎呦，坐上！瞧瞧，什么高？怎么了？也没了。俩老江湖的啊，东西被别人偷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小妹，人呢？还好，我的还在。哎呀，我们也丢东西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在那边。啊？哎，这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没人让我们来，我们自己偷偷商量着跟着你们过来的。赶紧回去啊！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赶紧回去。李大哥。我们俩不想去被服场和医疗队，梅子说了，你们是干大事的，我们想跟着你们打小鬼子报仇，对，找小鬼子报仇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乱弹琴，打鬼子是男人的事情，赶紧回去。哎呀，你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，你看都已经过完淮河了，对吧？你就让我们跟着你们走吧。那行行行，你们俩的问题啊待会儿再说。哎，那就算你答应了啊。我可没有啊，你等会儿啊。你们俩好好想想，谁跟你们俩有过亲密的接触？我知道是谁了，是那个卖大饼的老太太。